网红周群拥有精致五官以及火辣身材，被网友们封为南半球女王。日前她透过社群晒出了一张照片，惊呼自己无意间受伤了。周群在文中表示，自己跑步完后发现胸口出现了三道爪痕，希望请网友们帮忙分析到底是狗还是猫抓的，笑称要决定抓谁来放血剥皮。不少网友认真分析，认为爪痕应该是狗狗的，因为猫咪的手掌应该没有这么宽，而且猫咪的指甲比较尖，不会同一道痕迹上出现两条刮痕，也很容易就出血。不过也有网友歪楼表示，应该是台风小犬的，搞笑表示只看得到胸前的汗水，还问他会不会是人为造成的。粉丝也关心他的伤势，并好奇询问他，难道受伤的当下没有知觉吗？周群则表示，真的完全不会痛呢。Bye.